笑三寸，唱诗来打拼，身穿保安服，八门显青春，我骄傲。我就爱看这个小品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？那个少峰只要往孙涛跟前一凑，你就怎么看他怎么像个小土豆。爸，哎呀，爸。诚心的还是故意的？这么大一坨子在这看不见呢。我不是没看见你，我刚才爸爸街坊邻居都答应。爸，你还在这儿坐得住啊？哎呦，你出去看看吧，我妈她已经活了。你妈还活了呢？烧烤啊？哎呦，我妈上了光荣榜了，戴上光荣花了。哎呦，那摄像机围着水泄不通啊，全都是采访的呀。这小区里边的大爷们全都跟着乌央乌央的呀，尤其是我王叔，呵，今天看我妈的眼神都不对呀，唰唰唰冒着绿光啊。你说那不是老王，那是老狼。我爸他还不信，你不信你就去看看，就在小区呢。哎呀，我没那兴致啊。自打咱们社区建立了这个爱心墙，号召咱们居民自愿捐献衣物送往贫困山区。对呀，你看把你妈嘚瑟的，一天到晚翻箱倒柜的捐这个捐那个，你信不信？啊，再过两天才能打个包把我捐出去。爸，这你放心，就算是把您打好了包，也没人扛得动啊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一定要放松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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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。不错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妈，不行，这感觉不行，咱慢慢走，再走，走，走。哎呦，哎呀好，哎呀好，哎妈呀，有点顺拐啊。哎呀，大姑爷别录了，那我一瞅那玩意儿就不会走道了。妈，必须得录，您现在是咱们小区的光荣啊。领导说了，要把您这个生活中的视频呢拍下来啊，放到咱们小区的网站去啊。我跟您说，妈，不是您一个人的光荣啊。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，是咱们整个小区的光荣啊，所以必须得拍呀。哎，妈，再来一遍，来，放松，放松，啊，您放松，您自然一点啊。来，好，好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走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行，不行，妈，不行，再走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好，您别老往前面顶啊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哎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妈，这后边也不行，后边不行。大姑儿啊，就捐几件衣服呗，没这么严重，你看你给我整的都直迷糊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大姐，我等会儿啊。妈她不会走道，她腿脚不好，我扶着你，我扶着你啊。你扶着我。来来来来来，大姐夫来开机，开机。大家好，啊，走在我身边的这位慈祥的妈妈就是我的岳母。那么我是谁呢？我就是她的二姑爷，著名的民营企业家，我的名字叫钱顺风。当然了，在这次捐助过程当中，我的妈妈她也曾经彷徨过，也曾经犹豫过，是我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啊，山区的孩子们需要我们的爱心呢。我对她说，这是心的呼唤，这是爱的源泉，这是爱的奉献啊！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我的妈妈这才戴上了光荣花，走上了光荣榜，这都是我的功劳啊！请记住我的名字，钱顺风。这家伙我累的。怎么样啊，大姐夫？妹夫啊，你太能白活了，你这家伙嘴里边吐出象牙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？我看我形象怎么样啊？哎，哪儿呢？啊，哪儿呢？你倒回来。哎呀，忘了开机了。干什么你啊？这是来来来，妈，再来一遍。还来呀？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捐两件衣服不够嘚瑟的，别录了啊，安到心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你是羡慕嫉妒恨对不对？怨你自己呀，当初我说让你捐吧，你不捐呢。就我那衣服捐你要啊？就我那裤子啊？裤长28，裤腰42，就这裤子，哎，我捐谁谁要来？你们谁能穿，我捐给谁？来，来，要吧？别，要什么要？这是我们家的裤子，这裤子可以改个门帘儿。
这样瞎说啥？你这改门帘不糟践了啊？这应该改个被罩。拿回来，我来装裤子去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人家领导说了，哎，是完全自愿的。对，你老人家愿意捐，你就捐；你不愿意捐，可以不捐。我支持这些，我是反对这种捐了两件衣服就嘚瑟这种行为，不够显摆的了。干点好事，非得整的地球人都知道啊？谁干完好事自己出去这么说呀？我就捐衣服了，我说了吗？哟哟啊！你捐衣服了？捐了咋的？不对呀、啊，刚才你不说你那衣服捐出去谁也穿不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非得捐自己的呀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捐我的啦？猜对了。哎呀，高啊！哎呦，哎，看看我爸，哎，我爸捐衣服捐别人了，下回捐款我拿您的钱包去。哎，我说老东西，你把我哪件衣服给捐出去了？啊？就你那件红棉袄。红棉袄？哪个？哪件啊？就那年你妈过生日啊，这二姑爷给你买的红棉袄。哦。说挺贵，说1800。合适。这玩意儿你也不穿呢，一直在这放着。那天我一顺手就给捐了。哎呀，把我的红棉袄。哎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哎呦呦呦呦！人中，快快人中，人中，人中！掐人中。哎呀！怎么了？这是咋的了？这是你个死老头子！你把我红棉袄捐出去，我不活了！我妈，就一件红棉袄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也不穿，捐就捐了呗。让我可咋办？不是，妈！哎呦，这可不至于啊！哎，回头我再给您买件新的，不就完了吗？买不起，太贵了。妈。说你，哎，没事儿啊，您喝口水。我跟您说嘛，啊，那红棉袄没多少钱，啊，说是1800，打完折也就80。啊，这跟说什么呢你？什么80啊？张嘴就来，这不是为了让妈宽心吗？怎么了你？哦，对对对，妈，不用太难过，不就是一件衣裳吗？我大姐夫说了，他一会儿给你买10件。哎，好，来，妈。不哭了啊！不哭，来，妈，录像，咱这录像，来，笑一个。这衣服咱就得捐，这是心的呼唤，这是爱的奉献，这是人间的春风，这是生命的源泉。你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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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就捐件棉袄，你至于？我不是心疼我那棉袄啊，那里边有钱。啊，妈，多少钱呢？嗨，能有多少钱呢？咱妈这兜里顶多就是200-300的。好，老伴儿，心疼啊，可别心疼了啊，那钱老伴儿得赔啊。说几百？2万。不就多少钱？2万！哎呀，呦，掐人中，掐人中！哎呦，老头子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！这怎么了？这是2万！2万！你疯棉袄里干什么？2万！爸！没事啊！来，大姐夫，哎，开机！这多好的画面！来，爸！哎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人。啊，是我的岳父，一下子就捐献了2万块钱啊！当然了，我的岳父他很心疼，没关系，这个钱算我的。但是我说了，我的爸爸没有同意。我叫钱顺风。哎、二姑爷，你说的是真心话呀？对呀、啊，如果啊……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妈就放心了，那钱是你的。不是妈啊？怎么回事？这钱怎么会是我的呢？钱是你的，啊、你忘了咱搬这个新家的时候啊，里外搬东西啊。你说妈，我包里有2万块钱，人多手杂，怕丢了。对，我一想，我也没地方放啊，我就把它缝在那棉袄里边了。我这么说，这2万块钱是我的？是你的。哎，快掐人中！哎！孩子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妈呀！
你没衣裳捐，你就别捐，你干嘛要捐妈的呀？你说你就怨他两万呢？就怨你妹夫，没事啊，咱拍摄像呢。大家好，站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妹夫啊，他捐了20000块钱，这是心的呼唤，这是爱的奉献，这是人间的春风，这是生命的源泉啊！跟你啊。啊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妈。啊，当时我确实是给了您20000块钱。对呀、啊。但是当天这20000块钱我就拿走了，我交给二米粒了。当时啊，我给你200块钱，你还不要？你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哎呀，是啊，有这回事啊？不是我的。那这钱是谁的呢？妈妈，啊，妈妈，这时候您不要看我好吗？不看你看谁呀？妈妈，咱别闹行吗？不是闹，你忘了，你给我20000块钱，说是给妞妞留着买钢琴用的，对上了。妈，您就说不是啊，您跟着我学，说不是，是。掐人中，喝！哎呦，我大姐夫这叫自救！哎呀，我的老太太，你说你把谁钱封喵了也不行，他们两口子那20000块钱容易吗？那不都怨你吗？那是给妞妞买钢琴的钱，谁让你给捐出去呀、啊？喂，啊，怎么的？啊，看电视啊？现在有捐款的消息。在这次为贫困山区捐款活动中，我们在一件红棉袄里发现了20000块钱。现在让我们听听山区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是怎么说的。爷爷叔叔阿姨，爷爷爷爷奶奶，我爱老用上电脑了，耶！哎呀，太好了。哎呀，一直挺住啊！妈，哎，爸，哎，这钱我捐了，啊？虽然咱妞妞一个人没用上钢琴，但是咱们让这么多孩子都用上了电脑，这钱我捐的值。好，好啊！大姑爷，这钱你不能拿，到时候算爸妈的，啊、算我们俩的。喂，怎么的？啊，要找这个捐款20000的人呢？干嘛？找他干啥呀？啊，电视台来了，大门口准备采访啊。哦哦，好的。哎呀，光荣，这是荣誉，赶紧去。孩子，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光荣，是咱们全家的光荣啊！孩子，快点去。哎，等一等，我宣布啊，这20000块钱。算我捐的，当然了，这个钱我一会儿半会儿还还不了你啊，回头我就还你啊。另外多加200算利息啊。爸妈，我还有点急事儿，我得赶紧去办去。都该走了呢。应该是接受采访去了。啊？有他什么事儿啊？钱捐吧。